阳痿是男性性障碍的毛病的，即是男性阳具勃起功能性的性障碍的。什么叫勃起呢？勃起即是说当你有性刺激的时候，男性的阳具是不能够维持和达到一个勃起的状态，以致能够进行一个插入式的性行为的。男性性障碍的毛病呢，是一个长期的毛病的，大概三分之一的男性呢会患上男性性障碍的毛病的。生理上呢，你要告诉你医生听呢，你有没有一些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、高胆固醇、心血管疾病，或者甲状腺的问题，或者肥胖的问题的，或者你可以询问你医生呢，度一度你的 body mass index 的，而可以确诊到你有没有肥胖的问题的。至于心理上呢，你会不会近来有些压力呢，令到你紧张或者忧虑抑郁的状况的。第三呢，药物方面呢，很多治疗紧张症或者情绪抑郁症呢，都可以令到你有阳痿的情况的。心理因素呢，我哋可以医治病人的紧张、抑郁、焦虑症。至于紧张症的方面呢，我哋可以透过教导病人点样做一啲 deep breathing exercise， 即系深呼吸法咧嚟医治嘅。譬如我哋可以叫病人慢慢四秒钟吸气，再停止呼吸四秒钟，再慢慢呼出八个 seconds， 咁嚟舒缓病人嘅紧张嘅情绪嘅。另外，我哋亦都可以做静观冥想，即系 mindfulness meditation 嘅医治，教导病人咧如何集中注意力喺一件物件嘅情况底下咧，就将佢紧张嘅情绪咧得到舒缓。